这时候呢，要送上的是第二支的舞蹈。这第二支的舞蹈呢，是由槟城的槟华小学为大家所呈现的。而编舞呢是苏太告。这支舞蹈取名为《灯笼曼妙》，圆圆的灯笼，圆圆的月，曼妙的舞姿，优美的跳。来，掌声有请《灯笼曼妙》。